thank you everyone for your patience. Good morning.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today. So my name is Bryce Bayer and I work for the Philadelphia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in the COVID Containment Division. And today we have an information session for you with update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and the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Terry and Rachel, I am hearing one of the interpreters from one of the rooms. It might be better now. Okay. All right. So for everyone who's here, we have interpretation services available today.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ession in another language, you can press the globe icon on the bottom of your screen and then choose which language you would like to use. So you'll see the list of languages when you click the small icon that is a globe. And these are the languages that we have available today. You will notice that we have American Sign Language is going to be pinned. That means you will see the video of the American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 This is so that the information is accessible. We also have interpretation in French, Russian, Portuguese, Vietnamese, Mandarin, Cantonese, Arabic, Spanish, and Haitian Creole. Many thanks to our interpreters.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today. A reminder to our panelists, please speak slowly when you're presenting your information. We know you have a lot of great information to present. So please try and speak at a moderate pace so that the我们是在调整我们的发言的人，用放数语速来说话。我们这里有提供不同的语言，也提醒了我们的发言的人，在用简体的时候，字母简体的时候呢，我们是用，我们事先会跟大家解释。 这次会议呢，我们会录下来的，所以对于大家没有办法来参加这次信息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大家之后再看视频。如果在这次信息会议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点问答框 Q&A 跟给大家提出问题。 那我们会用回复打字的方法来给大家回复。之后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给我们写电子邮件，写 email 写到 covid@philly.gov 或者打电话给我们 215-5555。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信息会，我们会回答大家的问题。好。 现在开始先做介绍，我们发言的人，我们有 Rashana Harvey，他是规定协调员，还有 Joshua Nussbaum 是我们的应急管理办公室的，还有 Rebecca Pizza， 他是新冠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们现在让 Rashana Harvey 来跟大家介绍。 之后呢，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日程的安排，让发言的人来说。大家好，我是 Rashana Harvey。我在费城的卫生局工作有5年了。现在呢，我是在新冠遏制部门工作，在2020年开始工作的。作为一个是。 协调规定的工作人员呢，我是会提供信息。是自从是2019年的一些有强制性的关于新冠的，我们就开始有实施的。
大家好，我是 Joshua Nasman， 我是在费城应急管理办公室有工作有四年了。自从2019年12月份呢，我是在公共部门公共鼓励实施部门工作的。大家好，我叫 Becca 啊，我是 Rebecca Becca 啊，我是传播部门的。我的负责的范围呢是关于流行病疫情方面的一些提供信息，怎么能够给大家提供关于公共方面的紧急情况一些措施。Thank you so much to everyone who's joining us today.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有我们的客人，他们都是从社区来的，还有我们的发言的人。我们现在开始了，现在是11:11了。我们现在开始让发言的人来演讲。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些问答的一些时间。我们在11:50左右会说完，因为我们安排是在12:00准时结束。我是来帮发言的人来翻页的。如果是说大家发言的人要说下一页的时候，就跟我们说 next。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早上好，我是 Rishana， 我是实施规定的协调员。今天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新冠的响应级别。从2月16开始，卫生部呢发布了新的COVID 的响应级别，也是帮助政府实施公共的 COVID 特定的一些指标。为了出这些指标呢，就是能够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在疫情当中不同阶段呢知道的一些我们实施的一些规定是什么。这些也包括公布一些我们的一些措施，让部门会有做出更有针对性的响应。关于公共场合呢，会有一些是一定的规定，那这个是跟雇员是没有规定的。比如说对于那些有医疗医护人员工作，还有包括是不是打疫苗，这件是没有规定的。这些呢是响应级别呢是从最极度谨慎，这个是最高的，一直到是包括是最低的低风险的不同的程度。响应级别是根据不一样的是根据不一样的情况指标来规定的。有一些指标我们会告诉我们会说一些指标是有牵扯到哪些规定，而且在每一个指标呢是意识的是什么，对于我们的群体来说，那是作为是一个极度谨慎的这个级别。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是告诉我们是用哪些指标。大部分呢是我们是用三个指标来看的。那这些指标是平均每天是有500个新列，还有住院的是有住院的数量，还有新增的数量。所以如果是说是极度谨慎呢，这些必须要符合。所以新增的案例是500例，住院的是500例以上，还有包括是新增案例呢是在过去的10天内有增加50%。那如果说我们是到极度谨慎这个程度，那这样的话新冠的一些预防措施呢是完全会实施了。我们会要求是完全要打疫苗，而且是呢你
如果是你是打算是要去餐馆堂吃的话，下一个程度级别的是叫做是一个注意的级别。至少呢，刚才说到的三点当中要符合两点，所以有平均，有这是包括有平均新增案例是在225到500，住院呢是在100到500住院的病人，还有新增是不能超过50%在过去的10天内。左边呢，它这个是在是说明是在公共场合的。那在去餐馆堂吃的话呢，也是需要显示呢你是有完全打疫苗的。所以在堂吃餐馆呢也是需要戴口罩的。这个也是需要在公共场合餐馆工作的室内工作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需要完全打疫苗。说到是口罩注意事项，你看可以看左边有当中两个指标一定要达到。平均新增是要在225人以内，住院呢是要在100以内，还有新增是在过去的十天内不要超过50%。那这样的话呢，是在如果是说是在室内堂吃的话，这个不需要是戴口罩，这个也是需要戴口罩的。那在完全是全清的状态下，在左边可以看到有两个是要符合条件的，一个是平均每天新增是在100以内，住院的人数是在50以下。新增的是在过去的十天内不能超过50%。那这样的话在公共场合下在公共场合下呢，费城卫生局就不会强制实施新冠实施了。那在室内就餐的话这个疫苗就不用出示了。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一些具体情况。在任何情况下呢企业和其他机构都可以选择要求比卫生局要求的更严谨的一个状态。所以业主呢，如果是说政府费城政府还没有出这个强制性的规定呢，那各个企业呢，他们可以有他们的要求。这个要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确认呢，就是如果是说他们用的他们雇佣的员工都是每个人都是可以要求打疫苗，那就免就是废除豁免。那如果是说他们选择不用戴口罩的话，那在这些在这种程度上面呢，在医疗医护场所还有公共交通方面，在学校呢，他们也是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决定的。好，现在呢，我们是现在是处于全清的状态，在3月2号，费城已经进入了是全清的状态了。那现在费城卫生局是不强调在公共场合戴口罩了。这从3月9号开始费城的学校不再强制性要求学生戴口罩了。有些场合还是要求戴口罩的。在比如说是在医护场所，在公共交通方面，还有包括是在有群居生活环境，还有一些是在启蒙项目，这些他们都是要求还是要求戴口罩的。
So I'll walk through a few of those ways that the response. 所以新冠一些响应级别呢，是在社区当中，在某些企业工作环境当中可能会要求不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你们可以去费城COVID 的主页来看，他们每个星期一都会有更新的信息，也会跟大家解释有些新的信息、新的规定新的要求对于公共的一些公共场所对于大家来说是意味着是什么，还有一些是关于更多的信息，在星期一在星期一有新闻稿发布的时候呢，会在费城的社交网上面会提出。如果是说是企业或者是机构有什么问题的话，关于新冠响应级别，可以给可以发电子邮件来 covidpolicy@phila.gov。这是网站看上去是这样的，你们可以看到COVID response level， 它就是 COVID 响应级别，那下面有四个不同的级别，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在全清 all clear 全清的状态。那关于那些级别的内容意味是什么，你可以点有下划线 COVID 是 COVID-19 response levels， 它这个是它是每一个级别我们是用哪些指标来决定的，而且措施是什么。好，接下来就是提醒一下，那就算我们现在呢是有这里是告诉大家的 COVID 响应级别，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指导我们也还有建议我们应该是要遵循的。那如果说你有生病的话，如果是你有接触到的话，你应该待在家里面，要避免跟人家接触，应该去做测试。那跟你接触过的人，他们也应该去做测试，如果有需要的话。那还有要求要建议呢，就是要打应该打的疫苗。接下来说的是这些是一些给你一些信息一些资源。第一个链接是关于新冠的一些应急反应，就是告诉你是每一个级别是说的内容。第二个是一个是 COVID-19 的一些指导文件，关于每个企业啊，关于每个行业它的一些指南是什么。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就是可以给我们写 email covidpolicy@phila.gov。如果你有更多问题的话，Great, thank you so much for sharing that information with us. We're going to move on to our next. 非常感谢跟我们分享这些信息。接下来我们让我们的下一位演讲者来说。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你们可以用Q&A， 就是问答框来问任何问题。早上好，我是 Josh Nasson， 我是应急管理办公室的。我就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办公室的一些情况。两年前我刚刚开始转到这个部门的时候呢，我们有35个工作人员，现在呢是已经有50多个工作人员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有三个图，跟大家解释，如果看不清的话，左边呢是我们的是一个游行。这次活动呢我们是非常安排的，是非常好的。
中间这个图是看到的，在是十二月份，这个是有火灾，是2018年或者2019年。我们有安排了11天的给那些灾民里安排住房条件，所以很荣幸的没有人受伤在这场意外当中。那右边的一个图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办公室以外的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拍的照片。所以我们这么说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看的，就是我们是准备好呢，是为一些重大的事情，或者是说有不想的一些事情发生的话，我们会做好充分计划的。我们是跟卫生局，包括是火警部门是一直有密切关系的。So a bunch of the pictures that you're seeing are all. 你现在看到有很多一系列的图，他们这些都是一些当地的一些灾难。我们这里有救护车，也有人卡在下雪天里面啊。也有闹洪水，也有火灾。这些图我们就是给大家看的，就是显示的它就是自然灾害。那我们今天谈的最多的内容是关于洪水方面的。那还有一个图是包括是在两年前，我们是这里有漏煤气。大部分我们担心的是自然灾害，很不幸的在城市里面是的确是会有发生。I believe I lost the view to the slideshow. I just see. 我们视频就没有办法显示目前，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翻译，请稍等，我们有一些连接方面的问题。Hi, sorry, I think that my internet went out momentarily. 抱歉，我想我的网络掉线了，稍等，很快我们会分享视频，抱歉。And we should be back now. Did 应该可以了，请大家稍等。Can you hear me? Yes. Welcome back, Grace. Okay. So sorry about that. Let me try again. 我们声音是可以听到，请稍等。All right. Can you see my screen? Yes. 现在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屏幕了。I didn't hear the last thing that you said, so 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me to advance the slide. 如果我们要往回放的话，请告诉我们，没有问题的，可以。Technology. So again, just a 技术方面有时候是有这方面的误差。好。刚才说到的，我们最担心的是一些自然灾害，我们是尽量是准备好面临这些。就我说到的是洪水，我们这个月呢是提醒大家谨慎洪水灾害。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我们准备好怎么能够跟大家分享关于洪水的一些事。对，第一点呢，它这个是一些第一点呢，这是很难预测的。第二点呢，这个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是Eastwick 区发生的是在2020年八月份发生的，就是夏天下很多雨的时候，很大雨量的时候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之后呢，是，
对于整个区来说需要很多时间来恢复的。所以我们是给大家给一个概念，我们就是准备好怎么来面临这些事情，如果发生的话。还有那天在火警部门，他们那天帮助200多个居民排除了就是把他们带到其他地方去了，转移他们。所以我们要推荐的，如果我们看见有洪水的区呢，就建议大家不要开车去那个地方，因为这洪水他们很容易把你的车子给冲走的，包括是那些地方的高架呢，也是请大家要避免，所以非常严重的事，请大家不要开车开到有发洪水的区域。还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准备好的，就是要我们要买确认我们是要有那房屋保险。房屋保险里面有一个是包洪水灾害的项目，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链接你们可以去那个网站去看。If you do suffer a loss, no insurance policy is going to bring you back to your. 所以有保险的话是最好的。那有保险的话呢，他们应该是能够帮你是完全会你家里所有的损失呢，应该都会帮你包。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如果是那些居民那些区他们是有经受到遭受到洪水灾害的，他们康复的时间需要很久呢。那很不幸的，他这个不是联邦的一个警报，所以说我们的措施呢，我们是有一定的限制的。multi-million-dollar threshold, and we did receive that presidential disaster declaration. So I know we've kind of spent 在这方面呢，我们在政府方面呢，我们也是要求会有申请，要求是有赞助有拨款的。有时候出现这种灾难之后呢，是需要几天的功夫，我们会在政府方面领到上百万的一些拨款，能够来援助居民。还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对你们来说呢，你们是要准备好一个救济包。救济包里面呢带上自己的必需品，那就是万一如果是说要立即离开你们的住房的时候，所以你们可以把包给准备好，把必需品放在里面，那把这个包呢是放在靠近你们家的门后门的那些地方，那些你能够记住、能够随意抓的，然后就离开房间的地方。第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可以，多备一个车子的钥匙。如果说你们是像我本人一样，我是永远记不住我车子停在哪里的。如果你们能够把再备一份车钥匙，还有家门的钥匙，放在包里面。第二个就是现金，5块钱、10块钱这些的，你不需要放100块现金，你不需要放很贵的东西。就是如果说你能够放足够的钱，能够给孩子买一些零食或者是说能够坐公交车那就足够了。接下来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放电池或者是说电池包。那如果你们是拿着手机要出门的话呢，你们可以随时准备好要充电。最后一件事情呢，我们就是建议的，就是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法律文件，你们可以做一个备份，包括驾照学校证件这些，护照。我自己的本人做法呢，我把这些文件呢拿到店里面去，让他们是用打上玻璃膜，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保持这些文件的安全。那在外出的时候碰到这种灾难的时候，我就可以显示我本人是谁。所以有很多原因你可能会需要这些。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药单要准备好，
就你们家里面所有的人吃哪些药的这些药单可以准备好。我们是跟避难所是有合作关系的。那如果说你们来的时候呢，你们来，如果你们跟我描述我吃的药是什么样子的，那对我来说，我本人不是医生，所以我很难理解。如果你有一个药单的话，我们可以去帮你找药。还有一个就是水瓶，水是很重要的，一直带着。水瓶你们可以用空水瓶，因为你可以用我们的自来水，自来水非常自来水是很干净的。接下来的就是一个是手电筒，还有再加上有一些再多带一些电池。所以因为手电筒总是在家里面，大家可能是不放在特定的地方，有时候找的时候会比较难找，所以如果是能够放在包里面的话会比较方便。可以把也准备好笔和纸，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去避难所是去哪里哪个地方哪个地址，所以就是为了帮你自己提供方便，你可以把笔跟纸准备好。好，接下来就是这些了。那关于大家想对我们这个办公室要做更进一步了解的话呢，你们可以去看是可以在这些这些社交网来跟随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发小短信，发 Ready Filler 到888777来注册。那注册的时候呢，你会了解我是鼓励大家来登记的，来注册的。注册的话你们会知道我们有些什么新的信息可以给你们。好，这些是一些资源，我不会把每一个都会跟你们讲讲得很仔细。那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三月份呢是我们春季跟洪水安全的一个提醒月。网页会告诉我们一些是关于洪水的信息，怎么能够降低风险。第二点我说到的是关于自然洪水保险的项目。那他这个洪水保险项目呢，如果是根据有多少人参加了，如果是买保险的人越多的话，那这个价格会更便宜。在接下来在下面我们有我们的网站filler.gov /ready。如果大家需要有更仔细的，在这方面有更仔细的更详细的一些信息会一些演讲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会很乐意帮你们安排的。非常感谢跟我们提供这些信息。我来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我们这次的信息会录下来，会发到 YouTube 上面。我们也会把今天的这些幻灯片发给大家。有时候是需要一些时间让我们准备好，但是你们会迟早收到这个我们信息会的内容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说我们最后一个演讲人。早上好，我叫 Becca。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卫生局的一些准备项目。这个跟刚才的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发言人说话是非常类似的。所以有几个紧急事情呢，我们会帮助大家来做好预防，包括是说是新冠新增这些，还有一些天然方面的自然方面的灾害。我们来帮助我们是来做帮助紧急健康情况的一些做测试的，也会跟其他的一些代理公司合作。我们是帮
这些群体是他们是最比较容易啊，是他们是最需要啊来准备好紧急预防措施的人。在图上呢，我们就是可以看到是这个是城市我们费城区的哪个地方呢是比较容易受热的几个点。说到严重的是说到是比较有降雨量大的地方，在费城这里呢，我们是比较容易引起积水。因为费城这里费城呢是有很多费城周围是有很多湖围绕的，哪怕就算我们是离海边不近，那也是很容易引起积水，所以会引起我们所以也会引起降雨，在降雨量大的时候呢，这个水位会增高，尤其是在费城市中心 downtown。所以你要尽量避免水灾。在洪水水灾里面洪水呢里面也会有带有细菌化学成分，包括是粪便还有垃圾，所以你如果碰到这个水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洗手的，甚至你可能会要去打，如果你有皮肤有割破的话，碰到脏的洪水，你要可能要去打破伤风疫苗。还有一点就是非常要注意的如果是有电线电线会在掉到洪水里面去，有人被触电了要打911。如果你家里有停电了，那你这些有停电超过4小时呢，我们是建议你把冰箱里面的菜都丢掉的。要避免被蚊子咬。能够避免的方法呢，就是如果是有进水的话，可以把进水要避免要养进水。要确认呢，你们的窗跟门都是有装纱窗纱门。因为有些这种情况被蚊子咬的情况会引起哮喘，还有眼睛跟皮肤的一些不适。更多的信息呢，你们可以去 epa.gov 好，还有一些呢就是关于动物方面的，你们也是可以看，是关于看看我们的ASPCA.gov 可以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帮一些宠物提供住房的地方。还有你们可以放在那你们的准应急包里面，可以把清手液还有口罩放在里面。Another tool in addition to what OEM mentioned is the health information card. So this 除了刚才应急管理办公室提供的一些工具呢，我们可以提供另外一个信息一个工具，就是这个健康信息卡片。而且健康信息卡片呢，可以写上你们的一些信息，还有包括是你们服用哪些药，还有你们有哪些过敏，或者你是住在外州的。有哪些住房可以去的地方，你们都可以填在里面。我们这里受过培训的紧急医护紧急工作人员的应急人员，他们都是受过培训的，他们会帮你找这些信息。好，现在说到是关于天气变化。天气变化呢是让我们的气候变化呢是让我们这里全球的会变。天气呢会变成越来越热。那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我们呢是比较容易出高温的。我们这里是有比较气温高的天数，而且气温高的时候这些天数会比较久。如果说天气气温很高的话呢，你们是要尽量是要避暑。你们就是我们是建议大家呢，就是你们可以白天把窗关着，晚上开窗透气。
That could be a rec center or a spray gun. 或者可以去在公共场合那些他们是有空调的地方去避热，比如说是图书比如说是博物馆、图书馆。它这个图片呢是显示的是费城的一个孩子玩耍的地方。在天气很热的的时候呢，你们可以穿一些宽松的衣服，薄的宽松的衣服。要确认要喝很多水，要避免喝很多有带咖啡因的饮料、带糖分的饮料。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避免出门，避免在天气最热的时候出门。这个时间段通常来说是在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如果你们在等坐公交车的时候，尽量是等在有阴凉的地方。要喝很多液体要喝要可以，你们可以戴帽子，这些把头部给遮住，用防晒霜，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记得不能让孩子或者宠物留在车子里面。So when the temperatures reach extremely high levels, 在温度很高的时候，政府可能会提供一个紧急避暑的一个警报。这里有一些资源，可以让大家去看。还有一些场所我们可以提供的，这些场所呢是帮助低收入的一些家庭没有办法负担，如果是在家里一直要开冷气的情况下。还有一些公司他们是能够帮助大家承担，如果是说承担是电费的，如果是说你们觉得是开冷气长时间开冷气你们觉得是对于负担电费有困难的这些家庭。To be abl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as well as many resources to help. 这个 Heatline 它就是关于老年人的一个热线电话，是有护士会在线上，如果你们打电话来的话。This link will take you to the map that I showed you on a previous slide. 你们可以用最后一个链接，上最后一个链接的时候把你们的地址打进去，把你们的邮编打进去，它会告诉你你们有你们家附近有哪些能够有哪些活动是可以教你们能够避免中暑这些。你们可以发短信发 ready filler 到888777这个来注册是接收到新的是关于应急管理办公室和费城卫生局发给你们的一些关于一些新的最新的一些信息。或者是包括是社区的领导人还有一些信息一些活动他们都会发短信给你。或者你们可以上网站去第一个网站能够第一个链接来登记。他们也会帮你们提供有哪些地方可以帮你们提供打疫苗。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或者打电话给我们，电话号码在底下。非常感谢。Excellent, thank you so much, and really appreciate the. 非常感谢。The information that you presented, Becca, and the information from OEM. 非常感谢 Becca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给我们提供的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一些我们跟大家分享一点点信息是关于疫苗的。I'm wondering if one of our panelists specifically is presenting these. 我们再找下一个发言人。Maybe not. Okay.
Rachel or Terry, my apologies.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that I'm not missing. 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两位工作人员, Rachel 或者是 Terry. Whoever should be presenting. 再找下一位发言人。 大家在等的时候其实可以看, 我们就是年龄规定。 我们让Becca来讲, 等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看。 All right, everyone, I will do my best. 好的, so, 我会尽量来跟大家解释。 So this first slide is showing who should get a COVID vaccine. 第一个是说是, 这一页是说谁应该是打疫苗, 这些都说的都是新冠疫苗。 说到是, 5岁以上都可以打的, 5岁以上呢可以打, 5岁以上可以打 Pfizer, 然后是 12岁, 18岁, 不同年龄阶段应该打哪一个。 所以新冠疫苗呢, 是对于预防新冠是会有, 很大帮助的, 也打了之后呢, 能够, 让大家, 不用在医院里面待很久, 也是会缩短, 缩短, 副作用的一些对大家的影响, 包括死亡。 那这样能够, 这样能够, 也能够保护好家人, 包括是如果你们家里人有很, 有一些老人, 有一些人比较容易得病的, 这样也可以保护他们。 5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打疫苗了, 打疫苗的话, 他们能够在, 参加更多学校的活动。 好, 现在说一下一些关于一些, 一些, 谣言和事实。 有人说是, 我觉得对我孩子来说是, 宁愿是得新冠疫苗, 宁愿是得新冠, 得新冠之后比打疫苗的, 对于孩子保护力会更好。 其实, 我们没有办法来衡量每个孩子, 如果那些孩子得了新冠之后呢, 我们帮他衡量有多少, 有多少免疫。 所以我们还是推荐, 大家打疫苗。 还有一个, 谣言问说到呢, 打了新冠疫苗, 新冠疫苗会引起, 生育问题, 还有会引起孩子的, 青春期, 成熟的问题。 其实这方面是没有依据的, 在, 新冠疫苗的成分的药的成分当中是没有依据的。 接下来一个说, 有人说到新冠对孩子影响不大, 所以说不值得打疫苗。 其实新冠, 它会, 也会对孩子引起严重的一些并发症。 所以孩子, 帮孩子打的话, 好处是, 远远超于那些副作用的。 还有说, 有人说到新冠里面, 新冠, 新冠疫苗这个, 这些真的是有危险的成分。 其实疫苗里面呢, 它是有一些盐, 普通的盐, 糖分, 这些, 他们就是为了确认 mRNA, 在汇率啊, Moderna 这些疫苗当中呢, 能够稳定住。 所以他们都是, 符合一些, 符合一些安全的检测呢, 才给孩子的, 才给我们所有人的。 接下来呢说到怎么能够预防得疫苗，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说是要打疫苗，每个人在五岁，大家五岁以上的人但就可以打了，而且有加强针的话也应该打加强针。那还有要求做到社交距离，社交距离呢如果是说你们在疫情 比较严重的地方呢，你们要保持六尺的距离，勤洗手，要待在家里面。如果你们有什么症状，而且要去做新冠测试。如果你得了新冠呢，你要去出去去探亲的话，去到哪里去的话，你们可以去问你们的医生是不是安全的，可以出去。那说到，我们在哪里可以打疫苗？ 这打疫苗呢，它是免费的，不管你是有没有保险，不管你有没有身份，移民局的身份，所以你们也不是需要出示什么一些证件，你们就是可以去打疫苗了。
如果在五岁以下的啊儿童，你们可以去看啊，你们可以去问你们的医生什么时候有疫苗。你们也可以上费城卫生局的网站，可以点这个链接。其实你们要搜这个链接，他们或者是说是打电话，215-685-2933或者311来预约。你们也可以发短信的方式来找，疫苗站，把你们的邮编发到438829，或者打电话到1800-232-0233来找你们的附近的地方。I see that it's 11:55, so this slide is full of more resources that I believe will be sent out after the presentation. 所以现在时间看一下已经是11:55了，所以这一页呢有很多信息我们会发给大家的。这些是些联系信息。好，我现在把话筒给我们的主持人。好，非常感谢Rebecca来临时来帮我们来解释最后这一段信息。好，非常感谢大家发言的人。很不幸我们没有时间来回答问题了。那如果无论怎样呢，我们这次的信息会的内容我们都会登到我们都会登到 YouTube 上面去。这次来参加我们会议的人呢，我们会把今天分享的这些信息会发给大家。我们会把所有的问题都是放在文件，放在文件里面，回答在文档里面，然后再发给大家。所以这是需要一些时间。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自己的电子邮箱，留意自己的 email。你们可以去 philly.gov 网站。我们的电话号码是215-685-5488。你们可以打电话来问问题。我们有会多语言的员工，我们也会有翻译服务，所以你也可以给我们写电子邮件 COVID at philly.gov。 好，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社区当中的大家的一些朋友来参加我们，还有我们的翻译来帮助我们。我们下次再见。 Recording stopped. 谢谢。